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你想玩海水，但是你又担心有安全性的顾虑啊，所以呢，在举重这边呢，特别把这个地方围起来，可以让小朋友尽情的在这里头玩，但是是享受到海水。所以举重呢，一直都是维州人民最佳的一个夏天度假的一个场所。我们看到这个是封闭式游泳池啊，这也是政府特别用心打造的地方，因为在大家都知道，刚刚一直在提到的，举重是一个适合全家出游的一个地方。为了要让全家都可以享有这个设施呢，特别做了一个封闭式游泳池，那让这个也有这个救生员在这边执勤，所以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游玩戏水的时候更加的安心。看到这个可爱的木桩呢，相信熟悉澳洲的人就知道，这个是维州的第二大城举重的代表人物。为什么这个是代表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特色呢？因为举重是沿海，是一个海边城市，所以当时需要很多的这个木桩去固定这个船只。这也体现澳洲人非常幽默的地方，他把这所有的这个木桩生活化、特色化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举重的海边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人形的木桩。我个人最喜欢秋天出来走走，天气适合散步，然后呢，而且落叶漂亮，